欧森加班米林院的电台，大家早上好，我是凯英，我是迪迦，就是为你带来新西兰直播海外版的大家早上好啊。刚才呢，我们就坐了这个长途车哦。是，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因为呢，我们之前是在奥克兰的城市区嘛，开车大概是2-3个小时之内呢，就抵达了现场。现在你呢，可能在新加坡刚刚起床，可是我们已经用过早餐。这一次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Mata Mata， 就是从奥克兰往南边2个小时的车程呢，就来到了这个小镇 Mata Mata， 就是 Lord of the Rings 里头的霍比特人的场景拍摄场地。那当然，如果你自己本身呢非常喜欢看电影，对 Lord of the Rings 呢非常的熟悉的话呢，等一下凯英和迪迦也会跟你介绍关于我们这一次呢在霍普敦电影外景这里的游览经验，也会给你一点点小小贴士，让你比其他人呢更加能够了解到这部电影了。把指针锁定883加分，这是我们去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你的